大家好，我们是接待小 Q， 我是小 Q 哥耶，还有 Mini Q Harry， 你说你叫什么 ？Harry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 Mini Q 的第二年的红包。哇！去年的时候 Mini Q 好像才半岁左右而已。对。然后今年是已经一岁大概七个月。超级多的，我觉得。总共收到了35包的红包。哇！好多。然后我们一样就是要来拍这支影片来证明。帮你撑起来，爸爸妈妈帮你收起来，那句话是真的，对，是真的，对，不是你的学费，也不是你的生活费，这就真的是你的钱，对，只有半桶，看你。刚刚太兴奋了，我拿着，然后一个一包一包给你数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会太混乱，算数不好的话。崩溃了，那个现场太混乱。这些都是长辈们给你，你拿到红包要说什么？谢谢。还有什么？新年快乐，一包一包记起来这样。对啊，一包一包记起来，最后再来讲。好，等一下给你一包哦。好，很像收礼金的感觉。你有没有收过礼金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我看别人收过礼金，来，第一包。来嘛，看一下哦。好，第一包。第一包。600，拿。好，那我拿，我拿。你算。你给我。加快，好，这个给你，一人一个，好不好？你拿红包袋，我拿钱，这个帮你存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，拿。好，没有，等一下给你红包，红包袋给你，好不好？亮亮的给你，亮的，1000，有没有亮亮？拿。下一个哦，包，来给你，这钱帮你存起来的，那你存起来，这个哇，你拿好多，帮爸爸收集起来，拿好哦，2600，这里好像其实也可以存起来，好，你坐上面哦。200，600，又给你600，谢谢。再下一个，好，200，好，这个，好，给你，再给你一个，这把给你哦。这个很漂亮，1200，200，好，下一包，这包，好吧，很多100的哦，很多100，来看一下多少。哦，这么厚，7890，1200，下一包，拿，2000，拿，给钱，好，给你这个，给钱，好，1600，给钱，好的，再来下一个1200，拿，哦，下一个很大包哦，超厚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哇，超厚，这个尾数是8，不会是8800？哇，8800。8800，这一包就比我小时候红包还多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下一个，来啊，你再游一游哦，200，哦，这也蛮多的，2600。好，下一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进度有几个变快了。来，200，又有人在洗红包。100，下一包，毛，200，下一包，因为你要下面桌子不能坐下去。小心哦！好，600，下一包，2345，600，好，会跳舞的，好可爱。2000，哇，这个很酷，2000元的新钞，帅，哇，6000块，这个我们都要记好喽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现在很流行，快把它弄坏，对，预备，哇，2600，好，2600，下一个。1000块，下一个2000块，2000，哇！你帮我检查有没有钱在里面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帮我看哦。好，这个帮我要看好喽。哇，好多新钞，好赞哦！拿，拿，好，拿这里呀。你也喜欢钱，对不对？哦，喜欢钱。哇，20张，2000，嗯，2000。这里，1000，再来一个，2000，哦，不是哎，是3000呢，很特别的数字，3000，很大哎，对啊，很少会包这个数字，但蛮酷的，蛮大的，蛮大，200，3200，下一包。哎呦，很蛮快的，快结束了，剩3包，2000。发现很多人都是用华南银行的，哦，因为刚好去领钱，顺便拿了。下一包是1600，下一包200，这个是1200，最后一个，好，最后一个了，
1000。好，我们来先猜多少？我猜40000。40000，我猜应该30000多吧。30000多多少？32000。输的要糖儿，我糖儿头最接近的赢。好，那我就来算喽。那如果36000就平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去算一算喽。等一下大家公布解答。你要跟大家说嗨，嗨，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？露露。那你几岁？2班。对，2班。你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？球球。球球啊。那你有没有给大家看你的篮球？你有没有给大家看篮球？那你有没有投篮给大家看？糟糕。有投篮，投这里，投这里，投这里。爸爸相机不能丢，不能丢。爸爸又要换一台相机，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经过我缜密的计算，算了大概2-3遍，应该不会算错了。对，总共多少？我先跟大家讲，我们千钞有多少？有38张。哇，38000，然后2000的有2张，所以加起来就已经42000了。没有500跟100，那你输就已经爆了。然后总共是，是55700元。对，55700。哇，超多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帮你存55700耶，很棒哦、喔！就是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们也帮他存了，我已经觉得是蛮多钱。但是我们还在想说，这些钱要怎么运用？这虽然都是给他钱，只是我们想说要怎么帮他投资，我们都还没动这笔钱啊。对啊，就放在里面，目前就是存在银行里面。但是如果币值越来越，就是通货膨胀的话，10年后的10万可能只剩6-7万左右，现在6-7万。终极相机啊，也在想要怎么运用，比较不会放在里面很浪费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们是怎么帮小孩理财的？对，对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让我们参考一下。对啊，好多哦，红包好多、哦，很多哎、欸，幸福的小孩。对啊，真的很棒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长辈的厚爱。虽然我们包出去也很多啦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过年嘛，大家也很开心这样子。长辈都很喜欢 mini Q， 看到 mini Q 就会想要塞一个红包这样子。那你想要拿红包干嘛 ？QQ。买球球哦，哇，你可以买超多球球哎，很棒哦。这次影片就是用来证明说我们真的有帮他存起来。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今年拿到多少红包。可是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家孩子真的很多，所以我小时候的红包很难破万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太多小孩了。有人说哦，你有两个小孩，那我有两个小孩，那我们就抵消就不包。哦，对，有些人会这样讲好了，说好不包。对，因为反正包过去包回来，其实有时候也怕麻烦，也怕不好意思。但我是觉得说，我们包的是算我们的 ，mini Q 收到是算他。对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啦好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一起来拜拜哦、喔，就上个表。还想要让爸爸再买一个相机。那我们再买一台哦、喔，我们拿你那50000块直接买起来啊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说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哦。祝大家新年恭喜。好大哦，盖住你了！你说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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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面包超人呢！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恭喜给大家看！恭喜啊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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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看。